是水彩画了，画一只绿色的恐龙，然后现在这是什么？地是黄色的，是吧？哇，你又把黄色画在恐龙身上啊？哎呦，要用嘴巴来画了，哎呦，这个人，你真棒啊！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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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真的，真的，要蘸什么颜色？请问？啊，行，这个是什么？深绿色，你要画哪里？请问？哦不。Nico， 你可不可以写一个你的名字？可不可以？你写个你名字，用嘴巴写个名字。哎呦，哦，嗯，差不多了，写了一个 N E， 是这吗 ？N， 你在写 C 吗 ？N I C。你这写的什么 ？O 吗？哦，这是 N E C E。写错了吧？那德语里面是 N E C O 啊，英语是什么 ？N I C O。可可可就。那蘸点水。好了啦。要一个什么颜色？你要什么颜色？紫色吗？那现在用紫色画什么？Come， 要用紫色画哪里？恐龙的脚吗？我画驴。奶，我已经画把驴画完。你帮我画成紫色的了。那，哦，是把恐龙的脚趾画成紫色的。这个恐龙画的好脏。哦，你还敢笑？你看你把你的恐龙画成什么样子了？这里你自己看，你的绿色恐龙，然后是紫色的脚趾。黄色的地，深绿色的尾巴，然后它的脖子都变成了黑的，你满意了吧？满意了。欢迎收听 Please Subscribe。